人呢在乐华夜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来乐华夜市。既然都来乐华夜市了，就一定要找一群人呢跟我一起来这边吃吃喝喝。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个寇瑞，然后是一坨阿瑞，一坨阿瑞，再一坨大屁。有我一定就要看到谁，一定是燕婷。来，还以为是居妮呢，吓我一跳，还好不是我。一只阿婷，一只阿婷，一只小只阿婷，小只。好，还有那个美妆保姆。大家好，我们是美妆保姆，我是居妮。哎，虫妈妈。好，今天我们四个人就在乐华夜市。然后我想说，就除了吃喝之外，就是我们还是要玩点小游戏。猜拳决定分成两组，然后分完两组之后呢，就会准备两个红包，个别抽出那个红包里面的金额，就是我们今天在乐华夜市里面可以吃东西的金额。等下，所以两个金额是有一个金额很多，一个金额很少。对。好，赢了两个人就一直剪刀石头布。做阿瑞跟一只阿元。分组完之后，我们先来抽红包。抽红包。对啦，随便啦，都可以啦。买那个车票回家了，因为我们吃完了可以送你坐计程车回家，顺便抱回家。你不能顺便喂饱我们吗？哎，没有办法，我讲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走回头路，就是你往前走，过了就过了，是不是？然后呢，一组至少是5道。OK OK Go， 那我们再开始哦，耶、yeah ！算25麻辣鱼蛋吃。好想看看贫穷人怎么吃哦，你不要吵，算辣的就好了，算辣的。我们以攻略路线的话，我们吃这个，我们等下就会嘴巴很咸、很干、很渴，我们就会想喝饮料。没错，所以我们少吃一点。好，他们也买，好吃。燕学，这样学有对吗？哎、欸，没创意耶！我好，它外面很脆耶。我们哎、欸，奢侈吗？一人一支，干杯。还好啦，25块，还好啦。好吃吗？如果你们吃不完，我们会再吃。你们想吃吗？感觉很香哎。那再抱一口吧，拜托。那说句好话听听。啊，你真漂亮吧？早生贵子。对啊。而且现在就生，现在突然要生了。我们没有那个资格食用，阿元。一份要90。可是想想吃耶，我们送送他们好了。哎，鸡腿排吗？哎，好像还好。这就是上位的感觉。对啊，我们现在就是闲逛，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太有压力。我们就是看到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吃什么，不用了，谢谢。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臭豆腐，算是60哎。方家园就听说超级红，看大家都在排队，所以就可以来吃这家。对，我们就决定我们就是要来吃小的60元而已，60块就是3块臭豆腐。然后我们有加辣。我跟你说这个怎么吃？多汁吗？你好会讲哦，超多汁哎。感觉很烫哎，很好吃哎，它算大块，我吃很多次了，对，我觉得一样，就很好吃吗？哦，你吃很多次了，他刚刚是他推荐的啊，他说来乐华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到那个辣酱哦，很烫了，小姐很烫了，小姐，好烫，哎，他真的一定要配到这个辣酱，他们是每天现做的，好说好赞哦，很好吃哎，我要吃他的菜，哎，真的很好吃哎，怎么可以有那么 juicy 的臭豆腐啊？因为它干不起来啊。哎、欸，好吃到想要一直吃哎、欸！它给我一点辣啊！嗯哼，不要重击，你不要哦！好吃啊，好辣哦！拜托啦，这个很好吃，可以试试看哦。好吃哦！好吃、喔，这个臭豆腐以为是冻豆腐啊，很 juicy 的，因为有汁，有汁。对，谢谢。謝謝我们反正想要跟你买饮料。然后你就要送我们，因为我们剩100多块，也没什么钱了。谢谢你。哎，吐进去回去。嗯，我刚刚有吐啊。我刚刚一直回放咕噜咕噜的。然后我觉得丑丑的。阿姨，好吧，好喝。很好喝哎，谢谢。玩的开心。赚到60，这边60，我赚到哎、欸！我们算没多少钱，其他棒一支55。刚吃咸的，现在吃一点甜的。要什么口味？我们目前为止前3间都吃一样哎，所以他们还可以再继续往下吃，我们就不吃。对啊。然后一个糖粉的。好。谢谢。分开。我们好少这样子哦，平常都是一起 share 的。真的很好吃哎，香醇好吃，你甜的差吗？还没，但甜的很好吃。对，香醇好，很好吃，认真咸哎。我们赚60元了啦，那你可以喝一杯，还喝不了哎。对，还喝不了，还一杯70，没钱喝哎。炸鸡，名店名店。我要自己一次，有雪花冰哎，没钱买啊。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卖才艺。叫你约一头吧。
少钱给我们？怎么办？很感人哎，可是你们双人计，然后我们还没听他多少。我现在表演吃吉拿棒。好好看哦！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要不要付钱？可以给10块。五元可以。他刚刚说五元了，你也五元，剩下有10元呢、啊，好可怜哦，10块。真的给10块哦？要啊，但我没钱了哎。谢谢。大善。过年前都要做点善事。谢谢。好运会回馈回去的。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还可以再表演些什么？你大爷啊！你被戏看惯了。排队名店哦，名店 ASM 啊。哦。嗯，好喝，而且没有那个油的油耗味。要来一口吗？没关系。妈妈不吃炸物。我帮你吃。啊，好吃。可以啊，你吃。没有油的肉。可以那一大包，好脆哦！但是上面有撒一点胡椒粉，对，嗯、就是那种勾扎鼻的，对对对，古早味的，感觉国小放学会买的。嗯、好香啊！好酥脆哦，而且它里面有入味，有入味，很香。那我们是要去排那个地瓜球，我看到小包30元，我们买得起。分享一下大家来夜市必吃的东西。我先讲我自己，我来的话就是一定会先买地瓜球，然后再是糖葫芦。我也是一定必吃那个地瓜球，对不对？地瓜球一定超赞。然后我一定会喜欢喝那种黑糖鲜乳那种青蛙撞奶那种。哎、欸，我也可是你现在无法撞奶，我现在没办法撞，我只能看。钱不够分撞，叫他们喝，这样很好。那你们咧？料蛋，所以我一定会选那个6颗还8颗可以自己选料的。哦，可以自己的，是地瓜球，对不对？就会很想吃地瓜球，真的。哎、欸，那你喜欢地瓜球是里面实心派还是空心派？空心，空心，一定要空，对。哎、欸，我有时候吃到那个地瓜球里面包料，我想说你给我退钱，而且一定要紫色的，真的紫色有个香味。地瓜球也好吃，台南很少吃到实心的哦，台南都空心。那台南有什么必吃的、啊？你说夜市吗？对啊，有啊。有什么特别？台北没有。小上海，你有吃过吗？就是台南那个啦，大东夜市小上海好吃，那是台南嘞、欸，府城必吃、欸。那台北也蛮多的。是府城吗？是府城吗？我们现在算，我们现在多少钱？60、70、70，剩70，地瓜球30元小包，所以我们就是买完地瓜球后剩40。我们要一包小包的地瓜球，我们获得紫色哎、欸，卖你们1颗5块，要吗？卖要还我刚刚的鸡翅。好，给你吃。干杯！大家好朋友吗？好啦，干杯！现炸的，它炸的很漂亮哎、欸。干杯！圆滚滚的那种。它有大的丑的、啊，谢谢你。哎、欸，实心呢、啊？我知道是空心哎、欸，我知道实心哎、欸。他说你给我退钱，他没有让它膨回来，所以它里面很多地瓜本人。请问两位有钱人想吃什么？我现在在夜市这样财富自由。哇，好羡慕哦！鸟蛋，鸟蛋，哎，7颗哎，我没认识。看看我这个眼神。终于有你喜欢的了。那你要加什么酱？我呢，通常会有一个蒜头酱油，之后我会喷一下这个蜂蜜芥末跟胡椒油。哇，好复杂哦！串一串，吃不下。蒜头芥末，胡椒盐，7颗哎、欸，谢谢。宝宝承受不了7颗蛋的啦。哎、欸，他要给我吃哎、欸，真的假的？妈妈，妈妈，你再叫我就不给你吃了。好人一生幸福，燕婷，祝福。燕婷，我爱你。好吃，好吃。好吃是不是？哎、欸，它的好嫩，鸟蛋很好吃，嗯，好好吃哦，好嫩哦，好嫩哦，啊，妈妈，好好吃哦，我认识你，这吃一个太痛苦了啦。请问哪里有免费试吃？你是想要被打？我现在有点想要吃个小东西就好了，就是不要是主食，对，可以试试吗？我想试试看看，谢谢姐姐，好可爱哦、喔！哇哇，你的脸好小、喔，好大哎、欸，这个。哎、欸，你的应该遮得起来，应该遮得住，没有，应该遮得住吧？4块要吃什么啊？没办法，没有东西。那不然我们去买北藤贵好了。我们够吗？那个能多贵？7个50。没钱。我要吃油饭，为什么油饭都这么多人排啊？这里刚刚前面也是。你觉得我要跟他说油饭上面铺一块臭豆腐吗？会很奇怪吗？有钱我也不想加，1块、2块、3块要切片怎样都可以。好杀人哦！你看这就是财富自由的感觉，好羡慕哦，好爽哦，都不用思考。对啊，哎 ，YouTube 都这样的吗？没有，我今天第一次体验，谢谢你给我这机会。我要开动，好好
不见人色，好好哦，粒粒分明这样子。哦，它那个油饭很香，然后它是那种，它虽然黏，但是它不会到黏牙。对，不会。哎，现在观众吃不到，不然我可以帮观众试试看。我现在太没有骨气了。没关系啊，来补一。怎么样？来。我也是啊。他没有骨气啊。我也没骨气啊。妈。好好吃哦。好花，好好花，很滑顺的，好香哦。好吃哦。我点红豆饼，我都点咸的。对，萝卜丝。没有，我好像没有说咸的嘞。真的好吃哎！不然那阿元不知道，要不要请阿元吃一个，让他知道一下？对啊，没吃过啊，然后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没吃过。三个五十块，好卑微哦。对啊，那我们一个，然后你其他两个给你们好不好？三个五十，OK啊，来啊，出啊！然后再一个拉丝双起司这样。好，好没骨气哦这一集。自己人设崩坏耶！我要好好赚钱。距离下去买和家家葱油饼。对啊，哇，还有旁边的，还有边边呢。边边，我很喜欢有边边，边边就加分。冰花煎饺，像那个什么鸡蛋糕一样，也要有边边。嗯。小心烫。哦，好吃吗？它如果加胡椒会更好，但是里面的萝卜丝是很湿润的。足的。啊，谢谢！我是会吃你那一块。没有，我买给你吃的。他买给我吃的，好好哦。那你赶快吃吃看。好，很想吃。好好喝哦，咸甜咸甜的，还有湿润感，好吃，很像老家的味道哎。对，珍珠奶油。小心看哦。嗯，没有珍珠哎。珍珠奶油的搭配，它那个 cream 其实蛮好吃的，它那个奶油，吃吃看。它没有咬到珍珠，要不要淡一点，对不对？不搭。你把这东西吃掉的时候呢，这个奶油跟饼皮的速率很快就把它吞掉了，可那珍珠你要咬很久，所以最后会还是咬珍珠，可是其他东西都烂掉了。奶油已经吞下去了，剩下珍珠在嘴巴里面。我还是喜欢吃纯奶油，不要就是奶油就是奶油，对不对？哎，我们两个凭什么讲啊？我们是被施舍。对啊。你看我们两个本性露出来了。是哎，妈妈。还要什么？我买给你。哇。那个，我回来了，结果，我买了那个和家家葱油饼，半张60。我们跟你们买两片好不好？哎呀，不用啦，来了，喜欢这种假的，新年快乐，好菜的，很好吃，它很有名啊，它是连锁的，好好吃，很好吃，对不对？我喜欢这种薄脆的，然后还有很多粉可以加。哎，这家真的赞哦，何家家，速度很快，它速度超快，脆哦，它的饼皮很脆哎，它放在隔天都好吃，试过，我要申请回头，好，因为我口很渴，5块 OK 吗？5块可以，好意思，回头20要不要？要啦，申请回头，可以啊，好，谢谢。妈妈要柳丁汁，哎，我小杯的就好，小杯的，是柳橙，好喝吗？想喝吗？好香哦，可以吗？好啊，哇。妈是怎么教你的？没骨气。哎，妈，妈，妈，哦，好甜，好喝哦。我太想吃头特鱼羹了，才花70块。加码，加码啦！来，加码，来，自由发挥啦！来啦，换你。抓妈妈，妈妈，来啦！抓妈妈，妈妈 ，In the girls in the back, girls in the back, 抓妈。人家尾牙现场，人家董事长会说好。好，加码！耶！我们可以吃坨特鱼羹了。真的是在过年前积这个。加码！像我平常自己饮料喝这样一半，我就会丢掉，我觉得好重哦。现在我喝到最后一口这样，很珍惜，很珍惜，真的，很欣慰，长大了，我很欣慰。这个有加码了10块吗？对，我们可以吃坨鱼羹了。鱼羹，那我要3斤羹。你想烫青菜？你想要烫青菜？那我们的钱就直接放在你们。要加耶，集合，加码，加码喽，2。对嘛，人生就是要这样啊，大家互相啊，你有难我帮你，你有难我帮我。你看，你知道下次有什么问题的话，哎，我们一定帮哎。那我就可以说，那天在乐华夜市这样吗？对对对，可以，太好，可以。开动喽！卖辣椒哦，卖辣椒哦！请问你要买辣椒吗？没有，要再申请。一口20块。很辣吗？感觉很辣，确定？吃很辣啊！它的油也很厚。
好酥哦，真的很厚哎。这个安杰丽娜球体的，好像打玻尿酸。托特鱼，对，托特鱼，好吃吗？好扎实，好脆，而且我喜欢那个外面酥酥的，泡了一点点汤之后，它的脸暖暖绵牙的感觉。哦，这个辣椒辣心不辣肺，它辣椒真的很赞啊！很赞，你有辣椒吗？你？我现在申请刚才那些钱都给我退了。四五六七八，280还有，我们还有剩200，好，200，就200吧，多多多，太棒了，谢谢，谢谢居尼宴庭，对。散播爱我们现在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刮刮乐，因为我们现在最后的200块钱，200块钱就是可以由就是居尼跟燕婷这一方来决定，到底是要买一张200还是两张100，100，这样我们两边都可以刮。好，好，那你们要申请就是。阿元要在跳舞了是吗？叫妈妈，叫妈妈妈妈。OK， 来，耶、yeah, ，谢谢居尼，你先撸这一排。好，好，三，好紧张啊，100，100，我跟你说，这张会选中，会500。你怎么知道？真的。哇，你好聪明哦！500，哇，你好聪明，你怎么知道？你很常刮。我带财啊，我是财库。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全部100的就会？因为这种路数就是会这样子啊。哦，你好厉害哦，中200，哇哇！再去吃，很厉害。还他钱啊，早知道是不是应该先来刮？对啊，早知道来刮。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还啦。可以还啦，可以还啦。哎呀，我中200！人就是有很多早知道，谢谢。但没有这么多早知道，中了200又500，那脸都不一样，脸都不一样喽。突然觉得自己 rich 起来了。但忘了跟你们说，利息都是每分钟计算的。对啊，所以现在差不多500。谢谢。哎，我没想到100可以刮到这样，哎，我也吓到哎。那要不要再来？要不要再来？不用再赌，不是你很会刮哎，骗好多手，你很会刮，你很会刮。我赌一个100的。你说不客气啦。好啦，出一个哦。没有，刮出那个鞭炮啦。啊，刮出一个金额就是你的了哈，金额。没有。好，我们来刮这个女的。好，刮出三个相同的金额。来，三相同的哦。300而且没有。200，再一个200，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见好就收。好的，结论在这里哈，见好就收。耶、okay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200买智慧啦，对，200买，只要200哦。浪费钱的。好啦，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follow我们四个人的 IG， 还有我们的 YT。好哦，然后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就是也可以持续的跟大家就是有新的影片可以拍。耶耶，好，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健康平安，龙中五吉，好运龙中来。耶，好，喜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下一次影片见，拜拜。